大片脚印出现在土层中，揭示了10000年前的秘密。恐龙是怎样生活的？空中霸王在陆地上又是什么样子呢？没有人见过恐龙，我们只能通过化石了解它们。最常见的恐龙化石是骨骼化石，它接近恐龙的真实形态，但骨骼无法告诉我们所有信息。举个例子，我们都在电影中见过翼龙，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动物，但在以前没人知道它在陆地上的样子。翼龙会走路吗？它降落之后是在地上爬行还是跳跃？它如何收拢它巨大的双翅呢？这些信息都要靠恐龙脚印来告诉我们。最年轻的恐龙化石也有6000万年的历史，这些化石都隐藏在地层中，每发现一具恐龙化石，对古生物学家来说都是一种胜利。他们可以根据这些化石判断恐龙的形态、生活年代，甚至是饮食习惯，然后根据这些判断模拟出恐龙的样子，在电影和纪录片中广为传播。现在我们印象中的恐龙形象就是这样得来的。今天我们要探索的就是一种重要的恐龙化石，它记录着恐龙的真实形态。我们现在呢，就站在位于杨国峡的国家恐龙地质公园里面，我身后的那个蓝色的建筑就是那儿，里面保护着大量的恐龙脚印，我们今天就要到那儿去看看。我们从资料中得知，这座地质公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恐龙足印群，也就是恐龙的脚印。很多人认为恐龙脚印只是一种痕迹，肯定没有恐龙骨骼那样有价值。我们走进展览馆的时候也有这种想法，但随后的发现证明这是错误的。这次的收获远比想象中要大。你好，您是孔局长吗？你好，您是孔局长。我们来到这里时，这个新馆尚未开放，主管地质公园的孔局长正在这里工作，他给我们介绍了关于恐龙脚印的情况。这个足印群跟很多化石一样，都是无意中被发现的，它深埋在地层中默默无闻，被人找到后又马上震惊世界。我们观察了这些化石，展馆中心最明显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兰州龙复原模型，它下面是一大片剥开的土层，上面有很多脚印，大大小小的布满了表面，其中大多数都很模糊，几乎看不出脚印的形状。我们无法分辨这都是哪一种恐龙留下的，也不知道这些痕迹有什么意义。孔局长简要地介绍了一下。这块地方一共有670多个平米，恐龙足印有接近10个种类，150组脚印。现在我们就是像这个一号，不是编了个号吗？一号这个恐龙足印啊，现在只专家测定下来，就是长就是1.5米，宽1.2米，估计这个恐龙啊，它就在重量就在60吨左右。60吨左右。它这个恐龙足印从这个方向走过来，又一群从这个方向走上去了，像那道脚印走到那边去了。那道脚印走到上面去了，它这个方向性比较明确，而且它有既有这个收脚类的，也有这个吸脚类的。脚印的形成非常的珍贵，食草类和食肉类正在打斗过程当中，所以这个脚印有点混乱。有点混乱。恐龙的脚印中果然包含着很多秘密，这些看似普通的痕迹，居然记录着一场生死之战。在较高的地方，我们看到了珍贵的翼龙的脚印。翼龙究竟是否会行走，在若干年以前还在科学界引起过争论，
而在这儿发现了很多成对的翼龙的脚印呢，它就可以说明翼龙确实会行走，而且它在这儿生活过。不但如此，在这儿发现了翼龙的脚印，还有其他大量恐龙的脚印，它们各种各样的生活姿态都被忠实地记录下来了，这说明当年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恐龙数量是多么的庞大。现在发现就四个村，我们看到这是这个村，看上面那是这个村，这是这个村，这是这个村，这是这个村，有四个村，这就证明了这个恐龙在我们这块地方上生存的年代很久很久。我们知道形成地层需要很长时间，这说明恐龙在这里生活年代的跨度很久远。孔局长告诉我们，在这片山上只有三个地点进行过发掘，都发现了大量脚印，但由于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，其他的脚印又用浮土封闭了。在这座山上不知道还有多少脚印沉睡着。为什么这里会有如此多的脚印呢？在甘肃省博物馆，我们找到了一位对中生代颇有研究的专家张行老师，他进行恐龙研究已经很多年了。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，他告诉我们，首先要弄清脚印化石与骨骼化石之间的不同意义。这个脚印呢，就是说是属于生物的遗迹。我们说生物遗迹，就是说和生物实体是这个两个概念。生物实体就是说这个原来古动物本身形成的化石叫生物实体，这叫化石。它这遗迹就是说活动过的遗迹而留下来，这是痕迹化石。看来恐龙脚印与骨骼化石有完全不同的意义。那么我们怎样根据恐龙脚印了解恐龙呢？要根据脚印推测它行走速度，推测它的体重，推动它的步伐，前肢和后肢这个间距，这个肩膀的这个宽度，然后呢就确定哪种恐龙的。再一个就是说看这个同族这种行走，如果碰见是不是互相争斗怎么样，就也从这个脚印可以看。因为永秀有两排恐龙相向而行，但是它们非常友好的互相通过，没有因为争食争水进行争吵，所以这样也对恐龙的一个生活习性进行一些推断。大面积的足印出现呢，就证明当时有这么多种的动物在生存。另外一个就是说对这个动物的生活习性，比如说恐龙它到底是独居还是群居的，是吧？从永靖角而看，它有几类恐龙它是群居的，而且呢这个生物的那种群个体比较大，可能达到十几头啊二十几头啊这么一个情况。张老师说，全世界仅有三四个地点发现了翼龙脚印，其中就包括永靖国家地质公园。人们已经根据这些脚印还原了翼龙在陆地上的姿态，现在我们知道了它们是怎样走路的。在6000万年以前的中生代里，恐龙主宰着地球，它们称霸天空、陆地和海洋，哺乳动物只能在这些巨兽的夹缝中艰难生存。我们还无法确定恐龙灭绝的原因，但从它们灭绝以后，哺乳类不再有强大的天敌，代替恐龙成为了新的霸主，其中的一个分支最终成为了地球生命史上最高级的动物，也就是人类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如果不是恐龙灭绝被哺乳类腾出了发展空间的话，也许现在还没有人类存在。所以我们要研究恐龙，尽管它已经灭绝了6000多万年。